那泡茶为你们唱的这一首歌叫做 Star Spangled Banner， 它是今天是7月4号，对不对？刚好是美国的国庆日，所以因为你知道他已经好多年，因为都在这边没有在美国过那个国庆日了，所以他今天要为你们大家唱这首歌，然后希望大家美国国庆日快乐。
好，他没有一个 camp name， 可是我们就叫子云老师，耶、yeah! ！站在舞台最右边的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是美国的药学博士，现在在台湾的医院是专门负责训练台湾的药师的。OK， 他这次来是专门他从林瑞妈妈，然后呢是专门负责所有你们如果生病了，他是我们第一个要去看的人。OK， 所以这是我们林瑞妈妈，也是Jeff 的翻译 Lucy， 耶、yeah!。每一个人都很好，所以希望你们有空的话就找他们聊天，试着认识他们，然后在营队结束前也希望你们可以变成很好的朋友。谢谢你们。